신년 되고자 하는 모여 여러분 함께 하나님을 이렇게 나눕니다. 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再增加人气，谢谢大家。啊！这好麻了，这都麻掉了，我操！真的麻掉了。那这个感觉才到位。那这样才到位。记住，朋友们，你那个做臀桥的时候，不是要顶得太高，但是一定要沉得。那个腿要直接练出内八来了。如果你要是说顶得太高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你的竖直肌在发力，明白吗？如果腿打得开的时候，都是你大腿前侧，你股四在发力。我这咋说？你闹了，我靠！你看这阿巴不知道我这咋说？十八个吧。完。18个吗？哎，试试往里边呗。对呀、啊，这手劲不行啊。兄弟们你得练，你看往左往右一打开勾住，哎，绝招，快试试了，学会了秘籍，哈哈哈，来了啊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了啊，他来了，来近一点，六七七吧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20个吗？这第20个啊！你俩别忘了心态啊！好嘞！哈，这，我操！女人们的最爱。你说这上火箭了？感谢吴总，感谢吴总。不，火箭吗？没有，送了多少个爱你啊？送了16个爱你，我操！啊，咱们的粉丝也不能差，一会儿来刷个跑车，兄弟们。给男主刷个跑车，第一手开玩笑的，操！你真是下手了，不要对我下手了。刷个跑车，点个灯牌就好，点个灯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小关小柱，这个背心起的造型作用，对，就是似露非露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。爱你，你看一下这两天，约一下那个白月山庄。四十三组，简简单单，7个，刚才我放电的时候，人都差点被杠铃给带下去了，加油，学会了。非常 OK 啊，牛逼啊，还要还做一组啊，完美，还是我会，小屁股，他隐藏了他的那个等级，屌吗？核心，这是谁的直播间？我的直播间也是帅哥，明哥的直播间，大帅哥，好，老帅哥，老帅哥，都是老帅哥，哎呀，还很干，很干，就是白了点，这个常年都这么干，是吧？小白可以带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带，你点个关注，然后跟牌上一上，然后联系我，如果是同城的，你只上3个月，没问题啊，3个月改变很大了，对，3个月改变很大，三个月，到时候给你开一个对比图。这个背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，绝对让你包你满意，好不好？帮忙上一上灯牌或者小帅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腹肌像雕刻般一样，巧克力，2468，8块腹肌。我在打嘞，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，增加一点点，
一点点米，我可以去你附近的健身房带你练，没问题的，可以沟通，可以交流。简简单单，直腿和罗马尼亚，直腿和罗马尼亚是一个道理吗？主播，直腿硬拉和罗马尼亚硬拉是一个道理吗？那肯定不是呀。啊，区别是什么？是直腿硬拉，罗马尼亚硬拉是罗马尼亚硬拉。就听君一席话，胜读一席话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分析得很清楚。他是练的哪个问？传统硬拉、半程硬拉、罗马尼亚硬拉、直腿硬拉，它都有它的特点。而且它侧重点也不一样，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罗马尼亚硬拉侧重点是哪？臀大肌。直腿的。直腿是练腘绳肌。啊。上臀。上臀。腘绳肌和上臀是有带。有听懂吗，兄弟们？啊。对。它道理不一样，然后侧重点不一样，对，训练部位不一样，大家一定要区分好。传统硬拉主要是练你的训练状态。对。啊，半程硬拉的话，练你的背部，背部多一点。后撤后撤。还在坚持，差距太大了。来，有点累是正常，对。半程臀下应该有吧？对，罗马尼亚硬拉就是半程臀吧？不是。罗马尼亚硬拉是罗马尼亚硬拉，半程硬拉是半程硬拉，架上硬拉是架上硬拉。他说直腿硬拉是直腿硬拉，半程臀呢？半程臀的。我的会员他们这气球跑车啥都开。也是个老铁。欢迎新进来朋友点赞、订阅、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一个比我年长三岁，对，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。对，保生产日期差不多。对，生产日期都差不多，八零后的。铁城，耳朵城，铁城。对，耳东城。耳东城。健身老炮。健身老炮。健身炮，对。不走霸气，不走霸气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这样一个大佬，有抖音，他叫李光明，支持你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还没点小关小猪的朋友们、家人们，哦，也是非常资深的厦门的电视大佬，然后他也有在健身，他有在健身，哎，给他点。不是叫健身炮，抖音昵称叫铁城。哦，我不带课，你现在不带课？带不了，没空，不带课。哦，铁大哥，铁到铁城就可以了。他不带课，那铁城，我就行。对，自己的课带不完了，不是叫健身炮。你排不过来了，你太累了，没时间上，我也不愿意上。不是叫健身炮，叫铁城。上课太累了。铁城平行那就可以。还是李哥猛，对，李哥威猛战士。那开玩笑。对，都猛。对，李哥不脱裤子，对，李哥不脱裤子就很猛。把身体往前压，把臀往后顶。对，这样的话减少你。